本节目由纯真酸牛奶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收看全媒体互动音乐节目《中国正在听》，你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开始。这就是全亚洲最大的命运巨墙，这是一道阻挡在所有音乐挑战者面前的巨大障碍。这是前所未有的音乐节目。今晚，音乐挑战者将登上这个舞台，接受现场500位观众评审的实时选择。压力巨大，只有一次机会。如果观众评审的支持率达到50%，巨墙升起。身体巨强，让我见到他。电视机前的您也可以拿起手机参与互动，看你的音乐选择是否与场内一致。我非常期待他们的表现。四位顶级明星评审坐镇全亚洲最大巨强甄选，谁有实力升起巨强，谁会成为最打动您的音乐挑战者。各位，周末好。新闻联播之后，让我们继续来享受这个轻松的周末时光。品纯真味道，听纯粹音乐。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好味道不添加纯真酸牛奶独家冠名的《中国正在听》。我们把现场的知音称为听审，请看我的正前方，四张明星听审席已经虚位以待。他们将属于四位华语乐坛出类拔萃的音乐人。朋友们，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中国正在听的四位明星听审。他们是庾澄庆、李宇春、蔡依林、李健。我不是导师，也不是评委。有请哈林。我不是导师，也不是评委，你不必迎合我，你只要忠于你自己。一次性的舞台艺术，也许有惊喜，也许是残酷。中国正在听，今天听你的。我们不偏爱天才，我们没有任何倾向。想尽一点办法来征服我们吧。用心而唱，随心而唱，做你们自己的传奇。有请四位明星听审就座。从今天晚上开始，每个星期五的晚上7:30，我们将向您呈现没有剪辑、没有修饰、最真实的音乐。在这个舞台上，有一位特殊的守关者，有请巨强。有形的巨墙，无形的压力，有人会选择停止，有人会期待着
巨墙升起的风景。他们是通过我们中国正在听的互动渠道来到现场的。500位观众听审，4位明星听审已经各就各位了，请再给我30秒钟，向您介绍我们的挑战规则。每一位挑战者总支持率100%，观众听审占68%，明星听审占32%，巨墙才能升起，然后才有资格继续赢得4位明星听审的支持。当总支持率超过70%，今晚的挑战成功。我说清楚了吧？没关系，我没有说清楚的话，下周同一时间我会再说一遍。我们的节目另外一个亮点，请现场的500位观众评审跟我一起来做。现在我们国家在大力的倡导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和互动，今天晚上你也将会感受到这一点。我只在第一期节目的时候说这么多话，尽管我知道我的真诚有些啰嗦。来吧，第一位音乐挑战者，人之浮夸，我的坚持像个笑话，那就笑吧，那就笑吧，你不懂得那是你傻，你傻到家，我爱到下，很早的事不再保留，不止一把，不要害怕别人的喧哗，再不疯狂青春就黄了，再不疯狂我们就忘了，慌了就像白活了一场，忘了就像没有了过往，世界巨大，人之浮夸，我的坚持像个笑话，那就笑吧，那就笑吧，你不懂得那是你傻，你傻到家，我爱到下，天造地设不再保留，不止一把，不要害怕别人的血，这就慌了，再不疯狂我们就忘了，慌了就像白活了一场，忘了就像没有了过往，再不疯狂青春就慌了，再不疯狂我们就忘了，要回忆吧，清醒藏有似火的年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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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火的年华。掌声送给来自湖北武汉的魏群，哇，祝贺祝贺，不错哦。你是平静还是激动？然后看见4位听神，魏群很棒啊，既是乐队主唱，我们来听一听4位明星听神对你的演唱的点评。最开心的是哈林，我觉得从他开始唱，你的状态就好像是在舞台上演唱。这个融入嘛，能够感染大家的音乐啊，就是好的音乐。不过我觉得这个墙很过瘾，升起来我觉得不要说它了，我们自己看了都觉得哇，好过瘾，很有那种巨物啊，要
吞食你，或者你可以征服他的感觉。不过要讲到他的话，我觉得我今天不太适合第一个讲，他是第一个，我也是第一个。我觉得我们要尊重原创，也要尊重原唱。不巧，这个原创跟原唱就在我们现场，怎么样？这个推卸责任不错，很棒哦，哈林这个转得很棒啊！来，春春，交给你了。我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是觉得，哎，这首歌很熟，好像在哪里听过，然后就想不起来它是什么歌了。哎呀，对，哦，你是在夸奖他对吧？所以刚刚哈林哥是为了提醒我，对。你没发现 对不对？这首歌，你知道原唱谁吗？很熟，李宇春啊。我觉得今天我想首先给魏巡点个赞。哦，谢谢春春老师。因为他是第一个站在这样大的一个舞台上面，他要克服自己心里的紧张，以及在这个剧墙后面的一种未知的恐慌。所以他今天的表现我觉得是非常有活力，现场的观众的反应就能够看出来，所以我想首先给你点个赞，然后我自己对于你今天的表现是非常喜欢的，等一下我们才会要来公布自己的想法，所以加油。谢谢大家。我觉得是魏巡是一个形象非常好的歌手，对，因为我发现他唱歌的时候，我不知道能不能看见听审啊。你看得到我们吗？看不到，看不到，就面对一堵墙。对对对，是面对一堵墙。我总觉得他好像是一直在对着春春在唱，好像。没有，那个墙前面只有一个摄像机。他吃醋了啊？对。哦，原来一墙之隔会产生这么奇幻的感觉。对呀、啊，所以难怪他讲话有点严肃啊，不是对我唱不开心。不错，魏巡开了一个好头。我觉得从四位明星听审的点评来说，你今天过关是很有把握的。来，四位明星听审，来行使你们的权利吧。哈林，你先来，请问你的选择是？在我的现在的支持率上升到了60%，依琳，你的选择是？我的选择也是支持。68%，就差那2%了啊！到了春春这儿，会有悬念吗？我要来扮演那个二，对吗？春春，你最二。虽然就是最后有一点点跑掉啊，对，你回去看，但是今天为我们开了这么一个似火这么一个疯狂的头，希望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一直火下去，我选择支持。祝贺魏巡之旅，当然我相信你还期待着锦上添花。李健，你的选择是锦上添花吧。再次把掌声送给魏巡。谢谢李健。不过我们今天一共有7位音乐挑战者，现在请让我提。爱你的心我无处投递，如果可以飞檐走壁找到你，想你的夜漫漫熬啊心在祈祷，你不会知道，你不会知道。掌声送给来自湖南常德的简红。原唱，哎，似乎也傻傻分不清楚，对不对？这首歌会让人哈林的第一感觉。春春，你的感觉？我的感觉，刚哈林哥跟卓林子讨论的时候，其实我刚刚以为他出来会唱离歌。离歌？对，因为你们有没有觉得他像信？对，对不对？有没有觉得唱离歌？所以我刚刚看
他刚出来那个镜头，对，所以我有点刚刚有点恍惚穿越了一下，结果没想到飘过来的是一片深情的云。我非常喜欢他的音色，我喜欢这样的声音质感的男生，因为他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安稳。嗯，谢谢志春老师。我发现他在跟明星听审交流之后，慢慢的恢复了语言功能。有吗？有吗？啊，我还希望看到他活泼的那一面。对，我也是。慢慢会看到的。好的，来，四位明李健开始。李健，你的选择是？选择是支持。哎呦，谢谢李健老师。要来一点评语吗？啊？要不要来一点评语？我觉得。我一直比较喜欢唱歌这个热了自己热泪盈眶的歌手。自我感觉良好。对对对，就像哈林哥说他反差非常大。嗯，不错，小伙子。小伙子，谢谢。对，小伙子。春春，你的选择。杰哥今天有点害羞。对呀，没关系，我们俩启发他一下。啊啊什么啊？他真的，我跟他，他说啊。乖哈啊，淘气啊，淘气。春春，你的选择。我的选择是支持。谢谢。祝贺简红挑战成功。来，我们继续听听依林。我也很喜欢他那个很有磁性的声音，然后虽然很想要听你唱那个倍儿爽，倍儿爽。对，下次希望可以再听到你，所以我的选择是支持。谢谢蔡明老师。阿林，好，不啰嗦，我的选择是支持。孩子，你稍微有点勇气，看看那个数字。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掌声送给简红，加油，顺利晋级。谢谢乐老师。小见面，我们也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到新浪微博，加上中国政。你现在可以看到现场观众给出你其实我很享受刚才的舞台，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非常好。见我们尽管一墙之隔，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高科技。朱静说，我觉得今天因为都会通过这样一个时刻，这样一个节目，收获你无数的支持者，这仅仅是一个好的开始。本来我还挺看好他，我觉得他形象不错。我一直觉得乐坛这个男歌手太多了，乐坛需要女歌手多一点啊。今天他是第一个女歌手，怎么突然他话多谢谢多起来呢？加油，乐坛需要女歌手。啊，对，有感而发，有感而发。其实我觉得你是有优势的，因为这堵墙应该不会阻挡你。他是个原创歌手。哦，自己会创作的，自己写歌，那为什么不唱自己原创的呢？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装作键盘面带笑容，不必过分多说，自己清楚我了。他不乐意，回忆什么过去，现在不是从前的我。先哦，难道光脚是升起巨墙的秘诀之一吗？因为接地气啊。因为气，对，是他们投票，不是自动升起。我这啊，对不起。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的。我又调皮了，我又调皮了。阿林，我要不要给导演提议啊？下周同一时间把你们俩座位排在一起，好不好？对，我们你们俩好聊一点。对，我们还椅子要靠近一点啊。对，琛琛。我喜欢他的音色，喜欢他的范儿，他身上带一种范儿，对，就是应该是那种比较野性，但是像他自己说的一样，很性感。
对，是那种性感是来自于民族的那种性感。如果硬要挑一点点小毛病的话，我觉得可以把那个歌曲的呼吸感更多一点点。现在感觉整个的 power 都有，但是它一直都是在那个很满的状态，太平均了。对，如果张弛有度多一点点会更好。好的，谢谢李宇春老师。谢谢老师。依琳，我觉得他充满的那个能量，可能因为他接地气，然后他让我谢谢蔡依林老师。下次你最少要拿到我们四位明星听审的哇，你这是恐怖的声音。哦、是啊，大灰狼的声音、啊。我相信四位老师会为这种。来，那我们就从最有味道的这位男人哇开始。哈雷之八现在是61%。依琳，我的选择也是支持。谢谢老师，谢谢。还差1%，春春。我的选择是支持。谢谢。那就没有悬念了。对啊，李健这边，他一直呼唤着歌坛要都有这样的女歌手。对啊，但是尽管如此，这个锦上添花还是要做的。谢谢四位老师，谢谢。祝贺预约密码85%的支持率顺利晋级，来到晋级区休息。祝贺哇！两位男歌手很绅士啊，在迎接我们明码，现在可以放轻松了，来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内容。最后还要强调，有一种方式可以参加我们的挑战，就是音乐挑战者。你要走吗？不要不要，易碎的脚。你要去哪？不要不要，曾经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从来没得到答案，我不管怎的路啊。有什么话想对社区的朋友们说？来自美丽的哇，这有长辈缘啊。来，我觉得他是一个这个比较内敛的人，所以你可以从他歌春春，朴树的歌曲，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所以我听的比较多，那也自己也研究过他的一些作品，我会觉得他的歌词还有他的演唱，其实都是非常有画面感、有代入感的。但是刚刚的整个表演，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没有100%的专注在其中，尤其是后半部分，当乐队起来的时候，他的声音完全被盖住了，可能反而让他的优点没有办法完全表达，所以我是有一点担心。你今天满足了是吧？不是，就是确实有点紧张，确实会影响到自己，确实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我的牙还没解呢，对。谁帮他解牙？来，我帮你解牙。好啊，你解。因为啊，我觉得春春说，我俩觉得有相同的感受，就是我闭眼听的时候，他的歌声没有那么吸引人。我觉得他那个状态其实跟这个歌是很契合的。你看了他的表演，可能会。李健，这次从你开始，你的选择是？我的选择是58%，春春。你的选择是，什么？压力大啊，很大，压力巨大。不要管他们。现在是身后的500位观众听审，给前台的4位明星听审一定的压力了。我想，我应该要神圣的
行使你的权利，行使我的权利吧。嗯，很抱歉，我的选择是不支持。哎，怎么刚才叫过的人这么多，鼓掌的人也这么多？你的选择是？我的选择是不支持。我井上也添不了花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这个状况，可是我这个我自己的选择。两位明星一起合作，我觉得这是一次休息一下。谢谢阿利普的参与，确实像哈林所说的，他唱歌和说话是可以把你带进一个比较安静的状态，很舒服的状态，这个、真的就很平静。没错、哦，就是关注我们蒙牛纯真的挑战者。我只是一只小鸟，总是一粒沙子。也不是，这就是我坚信的灿烂生命，只是非常的感觉。在灿烂寂静的天空，一直风飞不平整，这种自由的感觉，在风暴里曾经的全国冠军，因为怕输沉寂了三就是真的挺怕输的。这次是带着必胜的信念来到这个、李健，你的眼神那么坚定。后面的观众提醒，因为这些都有可能影响我赢的这个结果出来。那我觉得一首歌、啊、里面有这个，谢谢春春。李尚尚来自四川成都、嗯，你好 ，Hello， 我刚刚在听他唱歌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点疑惑，就是我不知道这首歌是你自己选择的吗？其实这算我一种自我的改变吧，因为之前都是唱 R&B， 然后唱抒情歌比较多，然后这首歌主要是我觉得代表一种自己的心情吧，勇敢的心，对。然后第一次挑战这种摇滚的歌，算是一种自我改变。我刚才一看他，琛琛，对不起，打断你了，你继续。哎，我不知道其他听审的感受，我自己觉得，我觉得有一种就是，他明明是穿小码衣服的，可是他今天穿的是加大号。哦，身材瘦瘦的，可是他要穿大衣服，对不对？嗯，就感觉有点。不是特别的合身，衣服跟这个人没有搭起来。对，这是春春的感觉。依琳呢？依琳，你为什么笑？衣服，我觉得他穿的蛮好看的。对，他想，春春你在说什么？衣服不错嘛。哎，进入状况。好好好。依琳，你的感觉？我也觉得说他好像，在这样子，就是但是他。刚把自己的优点尽量发挥，是不是？李健同学，我觉得歌手其实不太需要总挑战突破呀、啊。我觉得很年轻，我27岁时候还在广电总局做网络工程师呢。做什么？网络工程师，对，网络工程师。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哈林，你的选择是？我的选择是不支持。春春，希望下一次可以听到你唱你自己最擅长的曲风。谢谢春春。
抱歉。李男子汉，知道随遇。我爱你们，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有意见，把你的手机还给我。你这样跟我都很激动，直接表态，很干脆哦，直接表态、也可以。这有什么好说的？这个技巧，我的感受就是唱的我这个汗流浃背啊。好，春春，你的感觉？他刚刚一开口，全场都沸腾了，所有人都觉得他唱的真的很棒，对不对？但是啊。我是一个你会卖关子很叛逆的人，你就偏要说他不棒，我很生气对他的表演。哦，为什么？因为别人都是飙高音，嗯，可是他连飙都不用飙就有高音了，就这样随随便便，气死我们呐，轻而易举，真的很让人生气，气不气？对，我每次唱高音我筋都快爆掉了，唱的让我们发飙哈，而且还居然还那么稳。对呀、哇，真没有想到我们的惊喜面试环节出了一位让我们四位明星听审发飙的歌者。没只有李宇春发飙。好了，现在我们可以看见啊，孟根花的支持力是。欢迎回来，请纯正味道，听纯粹音乐。您先，导播给我指令了，节目快结束了，我们来一把特别爽的环节，就是四位明星听审能不能同时投票。哇，请准备，我说三二一啊，一的时候大家来投票，请准备四位明星听审，三二一，耶！哇，全部通过，最终的支持率是。96%，祝贺孟根花顺利晋级。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剧场升起，朋友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四位晋级的音乐挑战者，也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音乐总监梁翘柏老师和他的音乐团队的掌声送给我们四位明星听审，还有电视机前的你。两个月的时间，每周五晚7:30，纯真酸牛奶，中国正在听，为你呈现没有剪辑、没有修饰的迷人的声音。下周星期五晚，央视综艺频道7:30，再见。